我们的房子东分西散的，要是盖得靠近点的话，就用不着那么多的电线和电线杆了。听说我们的祖先把房子盖在山顶上，是为了能看得清土耳其人的动静。谁说的？听老一辈说的。不如说是为了打冤家相互防备。就完了。阿尔扎克和德雷兹是这土地的好儿子。工程师说，在这儿实现电气化要50000千米电线，1000根电线杆。 我知道，我听队长说过，站过去点，当心树根绊脚。看见了，点电灯不如听收音机，这玩意儿太棒了。你说的对，Baruch。 来人呐！喂，喂，喂，Hansen，进医院，急诊室。 勇敢些，我的勇士，会好的。我肯定会好的。 别担心 ，Baruch， 弗洛克会好的，一切都会好的。这事故不应该发生的，我要是早把树根砍掉了，就没事了。谢谢你，别客气。有些事情是很难料得到的 ，Baruch。 弗洛克怎么样？别难过，德拉尼亚，弗洛克好些了，送他到迪拉纳去。戴德，苏库里，你马丁，你们来泰丹加。不，朋友们，就是背我也要把他背到迪拉纳。戴德，你留下。让开。怎么样，弗洛克？弗洛克，你放心，你的孩子和德拉尼亚，我们会照顾他。 你们好，您好，你好，你好，大夫，弗洛克好点了吗？他左脚压伤了，他会好吗？会好的，血已经止住了。谢谢您呐，谢谢你，大夫，你救了一个人，要是再过去，他准会为了流血太多送了命的。确实如此，过去山里人经常为了相互仇杀而无谓的流血，对吗？对，你说的对，那时候我们受族长统治跟外界不来往，现在党多关怀我们，我们要感谢党同志们。对对对，没有党，我们会像过去一样啊。说的好，比尔。 问你件事，你说吧。我这胳膊老疼，连镐也举不起来了。有多久了？疼了2年了，近来疼得更厉害了。怎么疼法？一干活，我这胳膊就使不上劲儿，连卷烟也没劲儿了。那么那只胳膊呢？这边没什么，很棒。我告诉你，大夫，解放以前我这只胳膊中了一颗子弹。
后来伤口好了，胳膊也很好，让我看看。我看是子弹在作怪。哎，疼吗？就是这儿疼。问题是在子弹上，你怎么受伤的？是个乡亲打的。是被呆呆打的，是打冤家，后来他被救了。我看现在这个仇再也不能报了。别瞎说了。怎么结的仇？说来话长，可你很忙啊。简单谈谈。他怕说出来丢人，大夫。基尼借了呆呆的爸爸2公斤玉米，族长挑着他们不和了。2公斤玉米？就为这2公斤玉米，死了9个人，我也受了伤。如果他们都还活着，他们都会是些能干的人呐。当时打冤家死掉的人，真可以编成一支对付敌人的军队。有什么办法呢？旧风俗、旧习惯、旧法令。不过你应该把子弹取出来，不然的话你就会成为旧法令的牺牲品了。好，大夫，怎么取出来？到迪拉纳或者到斯库台去动手术。哎，不拿掉不能干活，要不老是落在大家的后头。大夫，我能和弗洛克一起去吗？好，不过车上坐不下了。哎，你瞧，吉尼想省下一张车票钱。得了，你这个家伙。再见。再见，大夫。再见。再见。早点回来。再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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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们好，谢谢大夫。好吗，勇士？哎，大夫，勇敢在这儿用不上。不，你要有信心，有勇气，那就好得快，否则……是的，他的体温有点高，一般情况是这样的。位置正常，现在要注意防止感染。继续用抗生素。好，要耐心观察。大夫，我还能走路吗？能，和以前一样。大夫，你的电话。谢谢你，我就来。大夫，我能离开一下吗？喂，早上好，纳伊姆。早上好。夜班忙吗？还可以，只有一个急诊。为了，我要到库珀内西去一趟。资料呢？你不能星期一去吗？明天是星期天。不行啊，关系到那个倡议的事。在哪儿呢？怎么？有关救护措施的倡议，他们已经做好了试验的准备工作，所以我马上就要去。就是在那儿，纳伊姆也不给你安静。别操心了，别操心了。那么好吧，纳伊姆，一路平安。等一等，你别忘了带睡衣。好好。什么时候回来？我想3天以后吧。那么再见。哎，你听着，留心看看那边有没有窗帘布卖。好好，再见。一路顺风。Thank you.
欢迎你们。你好。你好，怎么样，十八根？很想念你。你到底来那怎么不来找我？我当天就走了，为了好吗？很好，他问你好。你家里都好吗？好，我想你累了吧？从迪拉纳到这儿的路很难走啊。没什么，我们已经习惯了。怎么样，莱菲克同志？很好，谢谢。这儿一切都好吗？我们在等你们。迪拉纳来电话说你们已经动身了。看来你们想创造世界采矿记录啊？要是可能，为什么不想呢？出事故的世界纪录吧。我们最关心的是人。新的工作方法和其他工作方法一样安全。所不同的是，现在还没有采用。我们正在努力。等着看吧，等着看吧。你们好。你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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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们好，同志们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让开点儿。工程师，他们想表现比别人高明。大家讨论一下，这很好啊。那个年纪大的，经验丰富，可有点保守。为什么？他还用老办法。我会上就发现了。最后的两节车你看见了吧？没有啊，都没装满。以后谁知道？告诉比亚德，别自欺欺人，这关系到人民财富。你说的对，工程师。我好像来参加考试，是一场考试。我是学生，你是老师。别讽刺，我们是同志。你不是来检查我的工作的吗？别开玩笑，作为同志，你应该和我讨论新工作法。我们看法有距离，新工作法经过集体讨论，大家一致通过，这增强了我的信心。可我是你的同志，我为你担心。谢谢。新工作法有缺点，跟你们解释过，不过我们的论据没有把你们说服。不下矿的都会有这个问题的。你依靠集体，这很好，但光凭热情是不能解决问题的。你听着，乃英，依我看，听取使用新方法人的意见是最重要的。对，我的朋友，不过别忘了，要是今天试验失败，你就会威信扫地，甚至他们会第一个来批评你。我从来没考虑自己的威信，我考虑的是工作，是大家。那好吧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事情顺利吗，普伦哥？我们都准备好了，主任同志，这是为用新爆破法准备的工作面。您看，两个爆破装置准备好了。你到办公室谈理论去吧，没有解说的必要。准备工程浩大，花钱又很多。是这样，这种开采是连续进行的，就是说底下的采完了，进行第二次爆破的地方已经准备好了。再说它的高产量足够补偿好几倍的准备工程费用。
现在一切都说清楚了，不过我认为在倾斜度不足的铜矿里，你们实行这种新的开采方法简直是冒险。我很遗憾，您是工程师，但是如果降低水平高度，新方法能行。你还是没有说服我。我们在矿上工作，对于我们这些矿工来说，只要操作更熟练些，新工作法完全能行。至于书上是怎么说的，这个你们自己清楚。他说的有道理，矿工掌握熟练的生产技术是关键问题。有多少队采用这种新方法？这要看各个工作面的需要。这不可能，你们没那么多的熟练工人，你们最多组织一个队，其他的人没有能力使用这种方法。他们应该提高技术，否则事故就会接连不断，这是不允许的。工人们会学会的，在短时间的工作中，他们就会掌握新的工作方法。从前他们都是些农民，现在成了矿工。您说的不对，代表同志。我可不是代表。不管您是谁，您说的不对，是吗，同志们？这是他是说的不对。别多说了，还是去爆破吧。我认为列西同志讲的对，大家在工作中学到很多，我们集体也从来没有失败过。让试验说明一切吧，走吧。好，走工程师，矿石真多呀！看见了，马尔克，你胜利了，我们胜利了，祝贺您！谢谢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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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祝贺您！祝贺您！祝贺您！碰着了吧，尼古拉？哎，是是，祝贺您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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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教授，你干嘛不高兴啊？好啊，同志。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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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们好，勇士们。他们接班了。你认识他们吗？认识的。从他们超额完成的数字上认识的。走吧，人家可能找我们。再待会儿。你很满意吧？满意吗？我不喜欢在部里工作，我跟他们惯了，工人们很好相处，同朴实的人在一起可以纯洁灵魂。你有这个感觉吗？有时候有。我认为这才是工作。工作嘛，部里也有，甚至也很需要，可这儿的工作另有特点。当然，正因为这个我才来这里，而且我很满意。你知道吗？什么？我也想离开部里，我喜欢这儿的工作。再说你也在这儿。去年我向你提出过，你没接受。给我点个火。您来不来，工程师？来就来，走吧，走。别忘了，开了刀马上捎个信儿来。哎，老太婆。要是有人哄你去地拉那，你别去，到那儿你会迷路的。我走了，你好好待在家里，你可别出去啊。跟大家说一声，我走了。好好去，好好回来。
你好，德莱尼亚。您好，祝您长寿，吉尼大叔。怎么样，孩子？你难过吧？有一点。勇敢点，孩子，要给他带话吗？跟他说，孩子很想他，等着他来信呢。我们娘俩身体都好，叫他安心养病，别惦记家里。衣服都打在这包里了，他还缺什么，再捎个信儿来。好的。还跟他说，巴洛克常常来照应我们，还问他好呢。好的。他回来给孩子买点什么，让孩子高兴高兴。这他懂。还要带什么话吗？不，没了。来来来来，到老爷爷这儿来。好，好。孩子，亲亲老爷爷，亲呢，亲呢，亲呢。哎，再亲亲这边。要老爷爷买点什么呀？啊，像奴隶一样的皮鞋，哦，像奴隶一样的皮鞋，还要支枪是吗？啊，哈哈哈哈，你放心吧，我会给你带来的啊，我的小宝贝儿，跟你妈回去吧。好了，再见。再见，祝你健康。老爷爷，您走好。好，再见。在大学生分配工作中，有许多是不公平的，我可以举出很多例子。不会很多，个别情况可能有。你怎么想的？把你分配到城里就公平，把你分配到农村就不公平了？你不要歪曲，我是说把有能力的人不知分配到哪儿去了，把那些无能的人留在城里，这是不公平的。那么照你的意思，农民是下贱的病人，不管谁都可以给他治疗了？我指的是医生，至于病人那都一样。不能想象一个医生没有病人，我看这牵涉到你自己，把你分配在伯莱西姆你才说这话。你说的不对，要是这样我也可以托人说情。我学医这完全是我的志愿，我向你们发誓，我分配到这儿来没任何人说情。请你原谅，我并没有这样的意思。这没什么。不，你该相信我。我相信你，尽管你不老实。我不老实？是的，你要我说吗？说出来，薇拉。算了，在普伦普那样的医生身边工作，那就真像第二次上学了。问题就在这儿，因为某些手术我们还不可能做，只好送科尔查。不过大部分手术还是由你来做，对吗？埃尔塞卡的设备也会完善的。那当然了。你看，亲爱的巴斯蒂姆，甚至埃尔塞卡的农民也可以得到像迪拉纳那样的第一流的治疗。你们在争论？不过低声点，走廊里也听见你们说话了。我们在尽力说服巴斯蒂姆。不，我都明白，大夫。但是薇拉认为现在一切都正常。还有不完善的地方，要我们去改善它。我半小时以后回来，有人找我，我在小儿科。很好，手术非常顺利，再过两个钟头你就可以进来，别客气。这是你的床位。你们好。您好。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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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。放这儿。这小家伙是谁？是个小疯子，他叫索提纳奇，我们病房的喜剧演员，老逗我们笑。你有什么病？我想把在胳膊里待了27年的子弹取出来。多少年？27年。你不觉得疼吗？
干活的时候疼极了。三郎，啊，这个同志他治什么病啊？他要把胳膊里子弹取出来，他受了27年罪了，简直像头野猪。不过没有人会给野猪取子弹的。哎，你干嘛说这种话？我们来不是让你侮辱的。你这话什么意思？山里人不是野猪是人。开开玩笑嘛。这子弹你忍受了这么久，他没来惹我，我也没去理他。事情往往这样，我们总是等病重的时候才来找大夫。你干嘛住院呢？反正都有病，不是有胃病，就是脚受了伤。那边那个同志，他的病叫不出名来。你知道不知道？什么？有个叫弗洛克的，他的脚受了伤。啊，弗洛克啊，有啊。他在对面那个病房，我去看看他。人家托我监视吧。你们好，同志们。您好。弗洛克。吉尼大叔。你好，弗洛克。你好啊，吉尼大叔。那你的脚现在怎么样了？还疼不疼啊？危险期已经过去了，现在不疼了。我太高兴了。那么你的病快好了。对了对了，这太好了。你好，祝你健康。你好，情况怎么样？怎么说呢？我疼得很厉害，不过医生很好，他们就马上把我送进了手术室。一上麻药，我什么也不知道了。等醒过来，就像现在这样。哦，麻药一过，我简直受不了了，连着整整两天两夜。疼得我只想叫啊叫啊叫啊，可我觉得男子汉这样叫太丢人，我才熬住没叫出声来。你吹牛，我敢发誓。过去的事很快会忘记的。弗洛克，你脚好了，我祝贺你。谢谢。你上哪儿？就在这儿。我一到这儿就想来看看你，可我一个人也不认得，真发愁啊。村里的乡亲们都问你好，特别是巴洛克。家里的人身体都好，德拉尼亚也问你好，你一点也用不着惦记大家。小杰尔奇好吗？脸蛋跟苹果一样。合作社主任和支部书记也问你好，他们祝你早日恢复健康。谢谢他们。巴绕克他自己要来，主任没让他来，他有很多工作，竖电线杆什么的。他说要是弗洛克最近不回来，等以后他一回家，他就会看到屋里装上了亮堂堂的电灯。我一定要亲手开一开家里的电灯。那感情好。你在哪个病房？就在你对面，最好和你在一起，那我谁也不认识。嗨，你放心，你会和大家熟悉的，能跟他们谈得来的。这儿除了聊天睡觉没别的事干，饭菜也送到床边，理发也在这儿。是吗？真好啊。村里的情况怎么样？忙啊。咱们支部书记在社员大会上说，弗洛克同志表现得非常勇敢，他不顾个人安危去抢救同志，他把你夸得可好了。哎呀，我可不配啊！树差一点打中了巴洛克的头，我不过脚上受了点伤，现在好了。哎，怎么这么说？回去还要为你开个欢迎会呢。还是谈谈别的吧。弗洛克，打针也像每天吃饭一样了。你决定开刀了？决定了，我再也受不了了。钳子，看这儿。
拉弗里，拉弗里刚走开，大夫。我见过多少次了，在这种情况下，谁也不能缺席，否则怎么能学到东西？这儿应该特别注意，这个部位就是有经验的医生也会出差错的。钳子，对了，来了一个山里人，他的右肩有一颗子弹，过了27年才发觉有瘫痪的迹象，你能告诉我这是什么原因吗？原因可能很多，大夫，这要看具体情况。手术中看吧。世界上是有些怪事，过了27年。他本来可以带着子弹过一辈子。有这种情况。我叫他来的是米尔迪塔人。请您当心点，同志。后面有人挤我。洗过手了，消过毒。你洗个澡吧，谁知你昨晚在哪儿过的？在哪儿？旅馆。看得出来。你把饭拿来吧，我饿得要命。还没好呢，你自己弄吧。你做就做到底吧。你老是推给我做。你比我强啊。窗帘买了吧？没买到。你过得怎么样？很好。斯巴蒂姆有什么发明吗？做了你丈夫做不到的事情。斯巴蒂姆能做到的事，我丈夫肯定能做到。我做不到。他给我上了一课。他什么时候变能干了？他本来是个能干的人。他要能干，就把他留在部里了。他自己要求掉的。他怎么想的？这个我们都知道。我们下去像教授，可回来像小学生。我们落在生活的后头了。你指谁？首先是我。部里工作重要，但谁都能干。这分配你去的人清楚。没人比我更清楚。我问你，你是医生，要是调你到卫生部，你怎么说呢？干嘛要调我？啊，叫你领导卫生工作。可我是外科医生。那我呢？该在哪儿工作？就在现在的地方。可你倒是外科医生。别扯这些废话了。在那儿我才感到离开我的专业。你干嘛大发议论？你去不就完了？你怎么这样讲话？你就这样支持我？矿里你不是待过了？才待1年，还是3年前的事情。我专业都快忘了，你知道吗？那么，你要我怎么样呢？你要我说，明天我们去矿区。别谈这些了，你刚到。我们有很多话要谈。我不懂你为什么要自寻烦恼，又没人打扰我们。算了，那英。
今天妈妈还请我们去吃晚饭呢。好。这个钟不知怎么搞的，摆在里屋走得挺准，一放在收音机上就慢了，慢五分十分没准。那一某怎么搞的？什么？我说这个钟啊。嗯，恐怕是受无线电磁场的影响吧。啊，磁场。那我放里屋去。我把这个钟拨快一点。你别摆弄它了，要弄坏的。走不准就弄坏算了。哎，妈妈，下星期我们要去买沙发。真的？什么颜色的？我喜欢米色的，但还没决定。乃伊姆还没发表意见，什么颜色好啊？哎，奶油。乃伊姆，米色的很漂亮，你不喜欢吗？我同意维拉发表的意见，不听他听谁的？他没有审美能力，他是个乡下佬。那你呢，我的孩子？我是在蒂拉纳长大的。你爸爸哪儿长大的？不过爸爸，你一点也不像农民。怎么才像农民呢？至少，走路的样子，像乃伊姆，一步就跨两公尺。你呢？穿短裙，跨一步还不到25公分呢。说的对，站稳点，你会昏倒的。说我看见过这样一个女人，短裙太瘦，跨不上公共汽车，堵住了车门。后来来了一个士兵，把她往上一拖。当这士兵转身要走的时候，那女人就对他说：“老粗，不要脸。”要是我呀，我就说。谢谢，请你明天再来。哦，爸爸，我没法问功课了。哎，那英，有什么办法呢？你们看，我们把专业都忘了，这是短裙的过错。他这么跟我讲，如果你也一样套上短裙，可以纠正步伐，真会想象。我们的步伐一向不一致，他呀老是拖着我走。搅得差不多了，给我吧。怎么样？是今儿晚上吃还是明天吃啊？什么时候好了，什么时候吃。嗯，我就把它放在炉里去。肯定好吃，妈妈总是给我们吃好的。我说女儿，今天你的手宰过多少人？哎呀，你别恶心了。我每天都一样，爸爸，开刀治病。你倒不如给某些病人的大脑动个手术，纠正他们的思想。很遗憾，如果这样得有思想外科。一个人就应当首先对自己做这样的手术。他在做报告。嗯，你看有什么办法，乃伊姆？生活在沸腾着，我们一定要置身于激流之中。当第一线需要你的时候，你不能退却。你在哪儿呢？到昨天为止，我以为是在前列，可今天我不知在哪儿。你听我说，那些在矿区第一线坑道工作的人才是在最前列。爸爸，乃伊姆现在做的工作很重要。李子，他的工作自己最了解，你少说一点。不，亲爱的，我说话不喜欢绕来绕去，我喜欢直率地说，你不是真爱孩子。我们是来玩的，报告嘛，我们单位里天天有。你老惹孩子们生气。你没听见他刚才说忘了专业吗？你知道这什么意思？就是说多了个办事员，少了个工程师，多了个官僚主义者。对，完全可能是。李藏，你怎么了？你忘了他们今天是来做客的？他们是我的孩子，他们不是外人。您说的对。你已经决定了是吗？是的。你还想跟我商量？是的。在矿区我才看到我的生活缺乏热情，缺乏你那种工作的乐趣。为了你的工作乐趣就该剥夺我的乐趣？你还是当医生？我是外科医生。
如果我听人家说你为了救了个山里人农民，那我该多自豪。这可太浪漫了，请你说些正经话。我认为你的决定是自私的。我不是强迫你，但我还是请求你到矿区去寻找你在这儿的工作热情。在矿区医院，你的工作机会也会很多。当然你不能强迫我。什么叫热情你不配谈，因为今天你才懂得什么叫工作热情。这样说我还是对了。也许对了，可对我有什么好处？你还是外科医生，不会让你当保健主任的。那伊姆，我不理解你。没有人要逼着你走，我们家庭生活也很安宁，你的决定太轻率了。你是不是？如果你后悔跟我结婚，那你也用不着用这种办法。我一直认为我妻子是聪明人。我也是这样想你的。那英，你毁了我们。不毁了。早上好。你好。早上好。四号的斯皮丽莎怎么样？很好，大夫。早上好。早上好。再拍一张。怎么不高兴？没不高兴，大夫。薇兰，什么事？老传统，昨天我做手术。你忘了，他做了第一次切胃手术，我们的那份早就咽下肚了，这是你的。斯达弗利的那份巧克力要留给他未婚妻。没那事儿，我不吃巧克力，是留给侄女的。巴斯基姆知道。是吗？是这样。好，是这样。相信他。好吧。巴斯基姆、维克多和我做第一个手术，第二个也归我们做，然后是你。为了明天你要取那颗子弹，因此我们想吃巧克力。好吧。早上好。你们身体怎么样？还好。大夫，我昨天还疼呢，今天明天还会疼的，后天就好了。反正怎么讲都行。你以为动过手术后就不会疼了吗？是的，大夫。索提拉奇睡着了。这样好，他太讨厌了。贝特迪特，刚才给你打过针了吗？打过了。你害怕吗？不，我不害怕。不过你有点紧张。到底是动手术。好了，没什么关系。我的情况怎么样，大夫？怎么了，兰比？你看。我的手术已经动过十天了，还是很疼，这像石头一样硬。别着急，要耐心。我不要你给我打气，我看你要玩耐心是想掩盖你的过失。什么耐心？我的伤口在发炎，我可以肯定，你想遮盖过去。别当我们什么都不懂，我们也懂得一些。好，兰比，我和普伦布大夫谈谈，安静些。请原谅我有点火了。可你们也应当承认错误。我不否认我们会有错误，不过请放心，你没有发言。那么这是怎么回事啊？以后再看吧。怎么样，基尼？很好，就是有点腻，来了这么多天了还躺在床上。说实话，我不习惯闲着没事干。明天你第一个动手术。这太好了，早点开了好早点回去。对不起，
我想提个问题，也许不该问。你说吧。你知道吗？谁给我开刀啊？开刀的大夫啊，可能是我。是您？怎么？你不相信我？哦，不不，说实话，我很相信您。不过，我还以为您是个护士呢。谁说的？我自己这么想的。我呢，大夫？也是明天。谢谢。好吧，再见了。好啊，太好了，我明天要开刀了。你想什么？谁都有不顺心的事儿。打电报叫你老伴儿来吗？叫他来有什么用处？总得有个人呢。我谁也用不着。刚才还挺好的，怎么了？你好，弗洛克，你身体好吗？很好，我有句话要跟你说。你能起来吗？这儿不能抬吗？出什么事了？什么事？给你开刀的是谁？我当时什么也没有看见。嗯，明天给我开刀的是那姑娘，我打算溜。谁说的？是她自己说的。我还靠我这手养家呢，溜回去不好。我不是块木头，那个抹了一嘴口红的女人，她懂什么？她呀，只会吓吓孩子。她怎么配给我基尼马拉西开刀呢？听着，基尼。他就干这一行，再说他又不是头一回开刀。我说弗洛克，我决定了，你帮我把衣服拿来，我好溜走。好吧，不过我不赞成。其实你可以请那个男医生来给你开刀。我不敢提，怕得罪他。那么你只要说你要走，不就完了？他们要是问我你干嘛走，我没法回答他们，所以我就打算偷偷溜走。你胡来，随你怎么想吧。吉尼，你这样做会丢大家的脸，这事儿医院里都会当笑话谈。反正丢脸的是我自己，你帮不帮忙啊？你先回病房，我就来。我跟护士商量一下，也许能帮个忙。进来。有什么事吗？怎么说呢，有事又没事。说吧，我听着。只想和你谈谈。不要紧，大夫是自己人。你说吧。吉尼要走了。这不行，他明天就要动手术了。我就知道他想走。你走过他房间，叫他到这儿来，问问是怎么回事。可以进来吗？怎么了，斯蒂娜姐？大夫，我这身大胡子激你的气了。为什么？不知怎么回事，他不让听收音机，他老叫头疼，在房里走来走去的。我是来告诉你的。听着，斯蒂娜姐，激你他很可能头疼。你听我说，你就到别的地方去听吧。好的，大夫。那好，你真是好孩子。激你大概有事。好，弗洛克。去叫他来，我还得填一份表格。他不愿意你给他动手术。哦，原因在这儿。我明白了，我碰到不止一次了。不单基尼，知识分子也一样。基尼没错，这事情好办。告诉基尼，普伦普大夫给他开刀。你知道吗，大夫？说老实话，我们山里人有些怪想法。不过基尼是一个很好的人。这没什么，我不会生气。
去告诉基尼。我不去跟他说，他会恨死我的。你去说。基尼，你的手术决定由普伦普大夫做，因为明天我工作很忙，你不觉得遗憾吗？那么，好吧。就这样了。我的申请批准了，到库班内西去。你好，你好，薇拉来了吗？来了，在里边。你这样不好，我们可以在家里谈。这儿也是我的家。让你父母操心，这不好。让我安静一点，你要去你去，我又没有义务跟着你走。你不去。没人强迫你，你听我说。我一点也不想听。你一定得听。别动气，好好的谈。你听着，我要去的主意打定了，你去还是不去？不去。想定了？对。那好。这是干嘛呀？好好商量嘛。啊，纳伊姆，你上哪儿去啊？回家去。我才来你就走，再待一会儿吧。怎么，薇拉没一块儿来吗？她在里面。那你上哪儿啊？来吧。大衣脱了。不，我就待一会儿。
你好。你好。你好。怎么回事啊？没什么，那伊姆要调到库尔布内斯去。不，妈妈，把情况讲清楚，是那伊姆自己要去的。是这样吗？是这样。你们就为这事怄气了？为了。回家吧。走开。怎么回事？我说为了。如果那伊姆要去矿上工作，谁也不能阻拦他。是的，爸爸。如果谁都到他喜欢的地方去，那家庭怎么办？我想你们早协商好了。没有。是吗？是的。那叫我说什么？他明知道我不同意，却偏偏要这么干。你们如果早协商好就好了。据我知道，在库尔布内西也有医院。谢谢你，爸爸。慢点，我的孩子，别着急，考虑考虑。听着，妈妈，你听着，爸爸，还有你，我不要你们给我引路，我知道该怎么走。我是医生，我不愿意改变我的外科专业。像纳伊姆一样，对生活有我自己的看法。我希望我们自己解决这个问题。当然，你们得自己解决这个家庭问题。为了，回家吧。不，我待会儿回去。再见。再见。再见。那也有医院，孩子。当然，你没机会再开刀了，那你换个专业就行了。我也这么说。那伊姆在那儿，你在这儿，这不好。我不愿意你们这样分开。他先去，过一阵子，你也跟去。为了爱情嘛，总得做出一些牺牲。妈妈说的简单，换个专业就行了。我不去那儿，爸爸。我也不强迫你，你会选择自己的路。如果你要知道我的意见，我劝你还是去。在那儿你会得到同样的工作乐趣，甚至更多些。我们刚有了新家，刚开始尝到生活的乐趣，可突然这位先生他毫不在乎地抛弃了这一切。你呀，就是你在纵容他。他还说，为了我们要有个漂亮的孩子，一个男孩子，他多自私，简直不为我着想。我去那儿能干什么？要是他嫌这儿生活不好，那还说得过去。其实他是要表现得比别人更革命。现在我才明白为什么纳伊姆决定要去那儿。好好听着，如果以前我一直说你应该去，现在我要说你必须去。我早就料到你会这样说的。你必须去，你辜负了把你培养成为医生的人民。为了，你太过分了。为了，你应该准备做手术了。大夫，可能的话，还是请你给这个山里人动手术。为什么？为了使我高兴。总得有个理由啊。很简单，他要求你动手术。我认为病人都一样。这个人很粗鲁。什么意思？你近来有些反常啊。就是说，他不愿意我给他动手术。他是个大胡子，所以他要男人给他开刀，哪怕没胡子也行。你的态度很不好。可能的。不是可能的。蔑视别人是可耻的，对于一般人说这并不光彩，而对一个医生更贬低了人格。手术还是你来做，不过你得先去说服基尼，让他放下心来。今天你累了，手术明天做吧。
你去谈要注意态度。让我安静点。怎么了，薇兰？没什么。我去跟山里人谈谈。不，还是我自己去。求人的事我从来没有过。你好像有心事，你完全变了。没什么，你去把金妮叫到这儿来。好好，我去叫。不过，你好，过来，基尼，请坐。谢谢，我站着好了。那好吧。听着，基尼，我听说你不愿意让我开刀，这我一点不在意。我跟普伦布大夫谈了，他还让我做。你看呢？我被弗洛克出卖了。别怪他，你看怎么办？我上当了，这丢人的事都要落在我头上了。我喝出去了，让谁开刀都行。那你自己说服自己吧。我说心里话，这工作不是女人干的。为什么？搞这工作要很有能耐。而女人头发长见识短，对不对，基尼？这是一句老话。你对我不礼貌，我不生气。大夫，让我回家吧。我们要对你的健康负责。嗯，怎么办呢？太危险了。随你便吧，基尼。手术一点没危险，你别担心，我可以向你保证一切都顺利。买卖人总夸自己的货色好，可刀开在我身上。那好，那你去告诉普罗姆大夫，说你不同意。我相信我们谈清楚了。为什么普罗姆大夫不给我开刀？你问他去。哎，弗洛克，这个坏家伙。他的手术是我做的。他是普伦布大夫开的。普伦布也在场。是你给弗洛克开的刀？是的。我开刀他也会来吗？对。这太好了，我没说的。哎，你这个混蛋弗洛克，基尼，基尼，这事儿得搞清楚。薇兰，你看见过科学讨论会的照片吗？没有，那天我没拍。有一张照片，我闭着眼睛，而克里斯多大夫简直像个学者，他是学者。但是弗隆布大夫在悉尼大夫面前显得矮小。照片照得好吗？太好了。还有谁看见过？我想维克多看过。维克多还收到一封烧伤病人的信，他向所有帮助他恢复健康的人表示感谢。人家想起我们，这多好啊。你收到的信比我们多得多。大部分是妇女寄来的。做这个手术不用全身麻醉了，基尼，你不会疼的。随你怎么做吧。刀，拿着。你真运气啊，你没有被他打死。呆呆的枪法本来不怎么样。呆呆是谁啊？就是那个把我打伤的。可他还是打动了你。要是他的枪法好，
早把我打死了。全身麻醉。是大夫。全身麻醉，斯大夫里。让吉尼睡吧。不要紧，我受得了。这没必要。都好了，吉尼。刚才你怎么没信心了？我不知道。喂，谁呀？薇拉大夫。有您的电话，谁打来的？一个男的。谢谢。喂。薇拉，薇拉，你总得说句话呀。你怎么不高兴？生活有欢乐，也有烦恼。巴斯金，写一下手术报告。等我吸完烟。你打算怎么办？不知道。你应该去。你好，南英。你好。你累了？有点。我打电话给他。可他把电话挂了。南英，你们去了住哪儿？听说给我们一间房间。后天我去了就知道了。是啊，是啊。他连着几天没理我。醒过来了吗？醒过来了。你早，你早。怎么样，吉尼？应当说很好。我已经来过两次了，可是你还没有醒。我太谢谢你了，我永远忘不了你的好处。啊，别再提了，这是你的错。让我们看到底是谁的错。别担心，这胳膊会比那好的还结实。等好了我才信。等着瞧吧。你把我们的脸都丢了。哈哈，你闹得太不像话了。都是你不好，
你为什么说话不算话？我说话不算话，可你胳膊会好的。嗯，你别啰嗦了，你就会说会好的，会好的，我可疼坏了。好了，别发火了，跟我来。我说过，不粘着你的胡子，你是不会好的。嗯，你走开。这下你没办法了。你给我滚开，小鬼！你们快把他拉开呀！快把他拉开呀！我早告诉过你了。把斯蒂姆和维克多参加这次手术，维拉管麻醉。大夫，嗯，让我做这次手术吧。怎么？这是我最后一次做手术了，我就要离开医院了。我不明白。那伊姆调到库伯奈斯去了。真的？你怎么没说起过？他自己要走的，毁了我的事业。太夸张了，好吧，我也参加，把斯金管麻醉。你可没提过。嗯。决定多久了？好几天了，我为乃伊姆高兴，可是你为我惋惜，对吗，大夫？我们相处很好，我只为离别惋惜。准备好。胆囊炎，大夫。嗯，切口再大些。怎么样，巴斯金？正常，大夫。这几天你心神不定，太突然了，打破你计划了，甚至生活事业还没开始就结束了。不对，
你还年轻。你们都是在安慰我。可我不安慰你。这问题过去争论过，你还批评过别人。哦，因为他们去的地方有手术室，而我只能包手指头扎伤口，像个护士。别小看你的工作。事实如此。你说，事实如此吗？那紧急情况下抢救呢？别忘了，这是矿区，还有门诊，做宣传工作。你忘了基尼了？像他这样的还有很多，那儿会比这儿有更多的工作。可我不能动手术了。手术室造就不了医生，而医生却可以造就手术室。也许大夫。如果那儿的同志不马上把弗洛克送到医院来，那将会怎么样？这我明白，可我的业务永远不能提高了。医学不是我们介意搞个人事业的一门科学。我们的义务是使所有的病人健康地回到工作岗位上去。这是医学的唯一目的。你应该从中找到医生的乐趣。你是医生，要是调查到卫生部，您怎么说呢？如果你要知道我的意见，我劝你还是去。如果我听到人家说你为了救了个山里农民，那我该多自豪。你还是外科医生，不会叫你当保健主任的。你应该去。听着，我要去，主意打定了，你去还是不去？好好听着，如果以前我一直说你应该去，现在我要说你必须去。蔑视别人这是可耻的，对一般人说这并不光彩，而对一个医生更贬低了人格。你好像有心事，你完全变了。看来我们太丑闻了，他应该从这次会议吸取教训。回来。意识不到的某些思想，总有一天会突然涌现出来，阻碍你进步。要战胜自己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他一定会恢复健康。你从来没有做过这样成功的手术。谢谢大夫。喂，你好，纳伊姆。没什么事，我想问问你好吗？我们家乡流传许多斯堪德培的英雄故事。他们说有一天他纵马一跳，就从乔尼海峡咻蹦飞到沙里塔山，在他着陆的岩石上还留着马蹄印呢。那些马蹄印就像踏在雪地上清清楚楚。这是人民幻想创造出来的。可是这些马蹄印我都亲眼看见过的。很可能。也许你以为斯堪德贝跟你我一样。这些动人的故事是讲给孩子听的。飞嘛，他可能没有飞过，可跑起来像闪电一样，这谁也不否认。使劲儿，基尼，加把劲儿，使劲儿，再加把劲儿，使劲儿，使劲儿，用那只手举。哎，不行，用那只手举，就是要用这受伤的手举，要用这只好手啊。哎，好极了，好极了，好极了，基尼，好极了，你真行，你好得很快，我们太高兴了。大夫，这只是好手。原来这样。我是想用坏手来试试，可是举不起来。我相信两三天里能举起来，这点我不怀疑，对不对大夫？一定行。好吧，休息吧。
贝特丽塔的一般情况是好的，不过因为过度虚弱和伤口感染，他感到痛苦。架势倒不错，弄得我晕头转向。是你自己愿意去弄他的？没法子，闲得难受啊。那你可以看书睡觉。我这个人就是爱动。去跟大夫说，叫他搬出去，他闹得我们大家整夜没法睡。他神经疼，傻瓜，你开刀以后什么样子？我像他？你伤心的像女人？没这话，你胡说。塞拉，一切都好吧？是大夫。基尼呢？总的说来，基尼的健康情况很好，伤口已经完全愈合。他的胳膊可以活动了，对吗，基尼？可以活动了。嗯，你握我的手，使劲儿。嗯，很好。我看星期一他可以出院了。谢谢你，大夫。一切很好。再好也没有了。兰比他在埋怨，每顿饭以后他就感到烦躁。他说咽东西的时候疼，给他拍个片子吧。我难受得很，大夫，我疼得厉害。你快好了。好得很慢呢，不会一下子好的。他哪儿疼啊？别看胃切了一半，可吃起来像头野猪。谁要你插嘴，胡说八道。别取笑他，你应该少吃，吃稀的。别信他的话，我是疼得厉害。好，给他拍片子。就到这里吧，还有什么意见吗？太麻烦你们了，你们已经尽到力了。好啊，再见吧。再见。再见。你这白痴，没教养。女大夫在吗？到休息室看看去。谢谢你。进来。哦，欢迎欢迎欢迎。来，基尼。你好。你能出来一下吗？行啊，对不起，我去一下。什么事，基尼？大夫。我走以前，我想跟你说两句话。我是个大老粗，可能我得罪过你，请你多多原谅。我们都有不够的地方，可重要的是你的胳膊。不，大夫，人都有一颗心，我们不应该伤人家的心，所以请你原谅我，我有错。好的，基尼，可是你也得原谅我。哎，我尽得您的好处，没半点坏处。哦，好漂亮，请收下吧。不，基尼，我们不接受礼物，这等于接受额外报酬。不，大夫，我这胳膊不是一双袜子能报答得了的，我要好好劳动，报答党的恩情，这是我的一份心意，你一定得收下。我的你也收下。谢谢你，我把这个送给我的孙女。你的手艺在哪儿学的？在医学院，那是个专门培养医生的学校。好极了，我有个孙女儿，是不是也能当女大夫？马尔达。是啊。她念几年级？几年级？再读两年就可以念完中学了。可是她得好好的学。往后爷爷有病，孙女就能给她开药方了。爷爷很结实，今后您要有事来库珀内西找我，我要去那儿了。你说什么？真的。我们村离你那只有一小时路，我的小儿子在那儿工作，我来看你。你要是路过我们村，一定要到我们家里来。一定来。你到那儿一定受大家欢迎。那么再见吧，我打心眼里谢谢你。你到我们家里来玩，我们全家欢迎你。再见，基尼。基尼，你别忘了做那些动作。好的。